选股神射手，筹码不离手。大家好，我是神准赢家杨少凯。今天是9月25号，星期三。这个月剩下5天就过完了。啊，这个行情啊，今天大涨329点啊，好，恭喜大家。如果啊，我跟你讲的话，你听得下去的话，这一波你又是市场上赢家。而且我跟各位讲行情啊，全部都是事先跟各位预告。我相信啊，全台湾你找绝对。找不到第二个能跟你事先预告行情，而且又说得准的，只有我杨少凯。所以啊，我的节目你一定要看啊，因为你不要看其他的，你会受到影响。那当然这里机会很多，那包含怎么样？包含台积电，你今天看到1000块了，对不对？那我早就事先跟你预告了，会涨谁 ？AI 行情重新启动，谁开响第一枪？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。今天 IC 设计很多档股票涨停板，那到底涨真的还涨假的？再来的话，八月订单年增率9.1%，第四季更旺，要优先布局谁？第四季谁会旺？布局什么？最重要的是今天晚上7:30的线上演讲会，准备了一些那个方向，包含怎么样？这一波大盘涨到哪里？请大家扫描 QR code， 等你一起来参与，好。那再来的话，大盘就我想就不用讲了啦，好，低点都我跟你讲的，会拉回有跟你讲的，右脚低点也是我跟你讲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回撤利空，这个右脚完成，9月12号这个缺口就是右脚完成，好，这是一个完成的缺口，好，这个跟你讲，上你如果有拉回是买点，对不对？结果拉回一天又上去了，又出现第二个跳空缺口，我跟你讲能不能留下来，是不是？到昨天我跟你说缺口留下来有手持续看涨不变，今天又出现第三个缺口了。为什么会有跳空缺口？跳空缺口？跳空缺口？我讲过很多次，只要开始进入主升段的话，缺口大部分都会留下来。这个不是现在才告诉各位的，所有的低点，包含七月份的拉回修正，包含八月五号的低点，包含。右脚完成右脚的低点，全台湾除了我杨少凯，有谁告诉你这个低点是右脚的低点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我说这里就是右脚的低点，所以这个行情啊，我们常讲一句话，老祖先留下一句话叫做"路遥知马力"啊，日久见人心啊，所以其实行情其实没什么，大盘真的没什么好讲的，我总相信一件事情啊。很多事情啊，时间啊，它会怎么样？它会证明一切，它会证明一切，所以说啊，这个行情啊，持续看涨，这个就是一个主升段会留下缺口，就是一个主升段的特色，那当然，我说过，全台湾有能力预告未来的分析师只有我，只有我能预测未来，那当然才能带你赢在起爆点，最重要的是这个波会涨到什么时候，会涨到什么时候？我们在今天晚上7:30有准备一场线上的演讲会，扫描 QR code，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。中线的部分我跟各位讲过了，这个从中线来讲，它会是一个五浪上涨，那第一浪起涨之后 ABC 浪修正到9月13号，我就跟各位讲过了，这个修正已经结束了，万一错了跌破了你停损风险也不大，对不对？我说4000多点都跌过了，你都经历过了这一点点的风险，有什么好怕的？你根本不需要害怕。结果呢？结果是不是像我讲的，行情一路往上，对不对？到目前为止，是不是？啊，长线呢？长线我有没有跟你讲？我说九月会继续涨，会收涨，会收红。这一天9月4号跌1000点的时候。大盘跌999点的时候，我说我们来看电子月线，看月底会不会来收涨。当时是黑的哦。你现在去看一下，这是电子，这是加权，大盘，这是电子，这是从下面跌的时候，我跟你讲会收涨，收红，有没有？当然啦、当然你会说那还有5天，下礼拜还有5天啊。没错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到时候来见证啊，看看是不是像我讲的一样嘛，这个我当时跟各位讲过的嘛。所以简单的说，不管是行情的看法或者是个别股的机会，你只要扫描我 QR code， 我都是事先跟各位预告，对不对？我跟各位预告的趁机有没有大涨？
今天还创新高，正金今天我们就不讲了，我们都就已经赚了快一倍了。今天是创新高的拉回，这个都很正常。哦，那从低点到高点这样子一波行情，我们可以赚一倍，怎么做的？哦，所以说啊，你看我的节目，除了方向之外，怎么去赚钱？哦，这个就很重要了。哦，所以说啊，欢迎大家扫描 QR code 哦，加入我们神准家族啊。那当然，每个礼拜一、礼拜每天的那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三点，还有个线上直播。所有的我做这些事情啊，坦白说啊，都不是为了我，都是为了帮助大家。好，我相信啊，帮助大家，好，这个对大家有好处。简单的说啦，好，帮助大家对我自己才会好。好，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观念。好，那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啦。哈，台积电今天我们看到哈，已经重返1000块了，收盘收在1005块啊。那离高点1080点啊，1080。剩下大概75块，会不会来？我已经讲了无数次了。那整个台积电明年呐，明年还会更好。这个都是我们跟过去跟各位讲过了。接下来它在全球各地的布局，包含它的整个基本面，这个我们就不浪费时间讲了，对不对？去年的低点我讲的，今年的低点四月份的740我讲的，9月4号的900块以下，天上掉下来礼物我讲的。告诉你秒前夕，这一次也是在9月12号，我说4块，这送给你的，而且送你怎么样？送你900块，送你还送你在价差，还没除息之前，这个900块就天上掉下来的，一张最少10万，加上现金股利4块，好，那当然，如果你是跟着我们一起做的话。啊，台积电你赚的不止10块钱，好，那我说过了哈，我们在每天节目也是不断的叮咛大家，好，叮咛大家什么？啊，台积电这个重返前早就跟你预告过了，每一次的买点我都跟你讲都是天上掉下来，啊，到今天我们赚了285块了，连台积电我们都可以赚30%了，你有没有赚到我不知道，但是你听我的一定赚得到。好，台积电就是好股票，啊，全网啊，然后全网，很多人在1000多块的时候，大家全市场都在谈台积电，来到800块以下，没人敢讲。每次恐慌性的低点都是我告诉你说那个这个真的都是天上掉下来的，闭着眼睛买你都会赚钱，啊，这个是天上掉下来。台湾股市啊，是全世界最容易最好做的市场，可是为什么大多数散户都赚不到钱？因为好的股票啊，真的出现好的股票出现买点的时候，你们都不敢买，所以啊，你们需要一个什么？需要一个真正的实战交易高手来带你们。那当然，台积电续强的话，相关的设备厂供应链哈，这个都还是有机会。但是要提醒大家啊，股票有买卖点的哦，你这些目前都还是在轮动的架构，对不对？那当然，股票有买卖点啊，你卖点没把握好，我打个比方。金普莱这一波涨上来，如果你卖点没把握，你在这里买的话，你现在是套的哦。我们打个比方哦，金材你只有7月份，8月份在这里买会赚钱哦，后来你买的到现在都是套的哦。所以说虽然台积电持续的看好，那不代表怎么样，不代表你所有的股票你随便买随便都能赚。你这个时机点没把握好，个股没有把握对的话，一样是赚不到钱哦。哦，这个要提醒大家。哦，那当然，我看好的股票，我会持续跟他，我也是持续跟他做追踪啊。比如说，哦，比如说我们那个以盛威来讲的话，我说过今年20块，本益比不高，对不对？啊，哦，今年一股2个股本嘛，啊，主要是它有底部形态，啊，哦，底部形态那个创新高，对不对？好，创新高后，短线一个正常的拉回，这个就属于怎么样？这个就是属于比较正常，哦，正常的走势，因为它是创新高之后的技术性修正。好，那就整个形态来说，不管量价结构，目前这个趋势结构没改变，哦，但是如果改变的话，还是要卖，哦，目前是没有，哦，不要像比如说有些人去买金材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来到高档不懂的卖，哦，那不懂的又下去买到现在又套，哦，不是说金材好不好，哦，也很好，
但是你时间点没有把握住的话，啊，还是怎么样，还是赚不到钱。哦，那再来的话，像宜特，哦，宜特我觉得是怎么样，后市是持续看好的。哦，因为不管从整个技术面呢，还是整个形态来说的话，这是一个正常的修正。哦，它这个也是创新高的修正。哦，那股价的趋势结构没变。哦，那股价的趋势结构没变的话，它后面怎么样就会持续在涨。当然有一个重点啦，不是持续在涨的问题啦，是会涨到哪里啦，会涨到哪里。我买150最高来到180，今天收短线横向震荡，收在171。那重点在哪里？重点在我说过的第一个，所有的股票你怎么去设停利，这个很重要，我们今天还会举一档股票来做例子。再来第二个，假设停利没有碰到的话，它基本上最少就会涨到哪里，合理就会涨到哪里。这个只要是你是我的家族成员，你会很清楚的知道。那很清楚的知道，股价在震荡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害怕，你心里有谱，它会涨到哪里。好，那如果说趋势不对的话，该走还是会走。我们今天会举一档股票来做一个例子，好，等一下会跟他做一个分享。好，所以啊，宜特目前的结构也没有改变。哦，那属于相对低位阶的这个光阳科，我也跟各位讲过了，这个是出现四手红盘。哦，那我也跟各位讲，这个不需要去追。哦，那不需要去追的话，短线它上个礼拜是不是涨上来，我跟你讲不用追，会有拉回。哦，那拉回来的话，我认为啊，这个也是可以去把握。哦，这个后面应该还有机会。所以简单的说啊，虽然相关的台积电相关的设备啦，供应链，但是啊，你时间点或者趋势选对选错，还是会影响到你的整体账户的一个结果。所以说啊，如果你不懂的话，很简单，让我来帮你，因为我是真正看得懂行情的交易高手。好，再来的话，我们今天啊，好，看到这个 AI 啊，AI 重启这个行情，重新启动。好，那当然 AI 行情重新启动也不代表说所有的股票都可以买。好，首先我们今天看到什么呢？今天看到什么？看到广达今天跳空开高大涨。好，广达今天跳空开高大涨有什么样的意义呢？好，如果说从整个日线形态来看的话，它今天是有一个跳空缺口。好，那这个跳空缺口对应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倒状反转。好，那广达这个横向震荡整理之后，基本上应该也是一个双脚形态的完成。那双脚形态的完成，这个跳空缺口就是一个启动的信号。比如说大盘，我跟你讲右脚完成是在哪时候？是在9月12号这一天嘛，没错嘛，对不对？一样啊，它这个也是出现一个跳空缺口。那同样的方法，以广达来说的话，好，今天也是出现一个跳空缺口，那刚好这边这个缺口对应这个的话，那这两个它就会形成所谓的倒状反转。那倒状反转怎么判断呢？很简单，明天要不要拉回都没关系，那只要这个缺口留下来的话，这个倒状反转就会有效。那当然除了广达之外，我还告诉各位什么？鸿海，因为我认为鸿海今年三月份，当时我们就跟各位讲过，是今年是这一次是大行情。过去两年鸿海都没涨，也是从今年开始涨。那股价过去的我们就不讲了。光讲最近8月5号包含近期的9月份，我跟你讲的，我说如果去看鸿海，不管是从本益比的角度还是从技术线型的角度，我认为都会涨。那鸿海呢？鸿海今天也涨上来了。那鸿海今天涨上来，后市会不会再涨？一样的道理。它今天也是留下一个跳空缺口。那这个跳空缺口留下来，这个也是一个波段行情的一个启动信号，这些都是属于怎么样啊？属于可以让你买得很安心、抱得很放心的股票。好，虽然你不见得喜欢，好，虽然台面上大多数老师跟你讲的是涨停板的股票，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，通常啊，真正我们来看，真正能帮你赚钱的股票，都是怎么样？都是你不爱的股票，你去买一些小型股，上冲下洗心情，你不如好好的怎么样？我帮你挑一些稳定的绩优股，让你好好的去很安心的去抱着波段。简单的说，跟着我就对了。那除了这个广达、鸿海之外呢？
好，另外双红的部分，我觉得也可以留意啊。为什么呢 ？GB 两百的机柜的异冷方案中，双红啊，它夺下分歧管的部分订单啊。那缺货的问题已经在怎么样？在八月份已经解决掉了啊。那预估啊，预估九月营收应该会跟八月相当啊。第三季营收有机会跟第二季的4.23亿持平，或者是出现个位数的季增。但是在异冷产品的出货以及显卡这个 RTX 50的系列上市的带动下，双红的第四季会有机会出现怎么样季增跟年增，营收的爆发期会落在明年。那不过营收的爆发期会落在明年的话，一般来说怎么样，股价它会领先反应。那股价领先反应我们怎么去看双红呢？以双红来说的话，我们看一下目前来讲，上方它有一条颈线的位置，那这条颈线的位置啊，如果说它整个我们来看技术形态，如果它能站上去的话，基本上这个双脚也形成了，那双脚形成的话也有一段的涨势，所以说啊，除了 AI 伺服器，除了广达、鸿海今天出现跳空缺口之外，我觉得双红的后市啊，散热部分为什么我不跟各位讲旗红，只讲双红？我觉得以技术形态来说的话，双红目前看起来是优于旗红，所以双红也值得大家来留意。当然，最重要的还是要告诉各位，这一波的行情会涨到什么时间点啊？除了我跟你分享的股票之外，还有什么样的股票具备底部形态有大赚的机会？如果你想知道的人，欢迎大家扫描 QR code， 好，扫描 QR code 来参与怎么样？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举办的7:30为大家举办的一个线上演讲会，我们休息一下，进一下广告，等一下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还没分享完的部分。好，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现场。IC 设计今天我们看到怎么样，看到很多档股票涨停板，这是今天涨停板的里面的所有的 IC 设计。那 IC 设计大部分的股票今天都是全面性的一个上涨。那当然上涨分为怎么样，是涨真的假的，当然有的大部分的股票都是跌深的，比如说创意这一波跌得很深，那今天有一些消息面的利多，它出现了一个上涨。那这个上涨到底是反弹呢，还是怎么样，还是开始启动波段的行情？以创意的整个现形来看的话，坦白说目前来讲我比较倾向怎么样，倾向是一个反弹的行情。那如果说是反弹的行情，这些 IC 设计上涨的到底有谁是涨真的，有谁后面还有机会？如果你想知道的人很简单，扫描 QR code，扫描 QR code 让我来告诉你，所有会大涨的股票基本上它会符合我平常跟大家分享的怎么样，两种、一种是什么，一种是已经进入上涨趋势的右侧交易，它上涨趋势就是说你要进入上涨趋势一定要突破压力，这一点很重要，突破压力之后正常来说突破会回来回撤，变成测试支撑，测试支撑没有跌破它才会进入上涨趋势。另外一种就是它已经有打出一个底部形态出来，这个才会有波段的涨势。我们打个比方，建汉，我除了 IC 设计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建汉。建汉当时是 V 型反转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你只要扫描 QR code， 我们都有跟各位分享建汉的机会。我们也都是利用拉回来买，而且是大盘大跌999点当天买的，9月4号是当天大盘大跌。那见到该跑短线的时候我们跑，对不对？这个是要怎么样去保护短线保护长线。那短线保护长线在创新高那一天我们把它设个停利价。我们停利价设在哪里？ 34.5。 来各位，见到今天收盘 33.9， 一打到 34.6， 我们只做一件事情，叫做卖出。股票不是拿来谈恋爱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打到我们的停利价表示什么？表示它的整理时间会拉长。
哦，表示它需要经过整理，甚至于不排除这档股票涨完了，哦，所以基本上我常跟各位讲，好，虽然啊，我跟各位分享股票，但是我不建议大家，你一看了，因为到时候真的在卖的时候，你会说你会来不及卖。我们所有的投资啊，都是有计划的，要怎么在停利，要怎么停损，哦，都是有数的。哦，我的扣讯都清清楚楚的告诉你，一打到停利价的时候，我就会通知你离场。哦，了解吧？啊，包含怎么样？啊，所以说你我们在做投资不是来赌博，也不是凭感觉在做，哦，基本上都是在做一个计划啦，包含怎么样，包含怎么样去操作纪律，哦，这个都是很重要的，哦，那类股轮动它是很快速的，哦，不可能永远只涨一个族群，哦，因为毕竟多头市场它就是一个轮动，哦，那这种轮动你怎么去短线怎么赚，波段怎么赚，哦，这个都是有方法的，哦，所以简单的说，资金准备好，哦，跟着我这个实战高手，哦，你可以很安心的，我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哦，包含洪家军的跟各位提示的预告的，哦，黑马股正达也是一样，哦，正达我们看一下，正达我们也是利用拉回来通知去买进，哦，那今天也是上涨，哦，那通知的买进这个就是我讲的右侧交易，哦，右侧交易，哦，利用拉回来测试支撑的时候买，哦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右侧交易。你看我们买都是，我带你买都是买拉回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创新高就把它一样，把停利价往上做一个移动。哦，那往上做一个移动很简单啊，只要跟建安一样的道理嘛。哦，如果说它达到停利价就离场，没有达到停利价的话就继续报啊，继续报没有停利波段就可以继续赚。哦，这个都是方法。哦，不是凭感觉在做，一昧的看好啦，这档股票拉回我看好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操作股票不对就走，好，比如说建汉，哎，建汉今天打下来，好，先走再说的，后面怎么样？后面的事情了，好，我们把资金怎么样切到其他有机会的股票去，好，股票不是拿来谈恋爱的，股票也不是从头抱到尾，好，真的没办法涨就是换，其实就是这么简单。好，那再来的话，接下来第四季，哦，第四季进入什么？进入传统的一个旺季了哈。八月的外销订单年增率 9.1%， 那第四季会更旺，那第四季会更旺跟谁有关系呢？消费型电子是第四季的一个主流，我们的经济这个经济数据啊，昨天经济部公布的八月外销订单啊，它怎么样？它也是历年同月的第三高，较去年成长 9.1%，六连红，啊，主要是受什么影响？受惠 AI 云端高效能运算，哦，那基本上、哦，消费型旺季的话，那当然跟消费端有关系啊，哦，比如说我们跟大家讲的，哦，比如说印泰，哦，印泰我们看一下今天是拉回来的，哦，那拉回来怎么看呢？哦，拉回来很简单，我说过了，哦，如果，哦，它这个底部形态是成立的，哦，这个底部形态成立的这个回撤，哦，这个回撤颈线没有跌破的话，那当然就是一个买点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包含什么？包含华硕 AIPC， 好，这个后市都是持续看好的。好，华硕今天稍微做一个整理也很正常，对不对？因为它也是在高档做一个整理，哦，这只是休息，不是结束。好，包含怎么样？包含相对低位接的技嘉，啊，这个都是事先告诉各位的，啊，这个都是后市行情，我认为会持续上涨的。好，今天震荡，这个后面行情那会逐步的上去，持续的看好，简单的说还有很多的机会，提醒大家，如果你不知道往哪个方向选股的话，往哪个方向选股的话，扫描 QR Code 参与我们今天晚上帮各位准备的线上演讲会，晚上7:30，欢迎大家来参与。更多的机会我没有办法一一在这里讲，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，我们比如说正机，啊，正机到今天啊，我们已经怎么样将近翻一倍了，啊，所以我说啊，你只要愿意相信我，好事就会发生在你身上。时间关系，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晚上演讲会见。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